安徽瑞龙玻璃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高端智能玻璃机械以及相关自动化设备的综合性公司，其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技术服务、售后维保等多项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型企业。瑞龙股份前身为成立于2005年的上海盈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后为助力蚌埠硅基产业发展，于2013年成立安徽赛普瑞斯玻璃机械有限公司。2018年8月，安徽瑞龙玻璃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从此迈上了快速发展的全新舞台。依托独特的经营模式、管理流程、先进的研发技术、生产工艺以及非标设备研产销与优质的全生命周期个性化服务，作为后起之秀的瑞龙现已成长为行业内的一流企业。公司占地60余亩，规划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大中型厂房3座、综合办公楼1栋、研发中心1栋等，总投资超过2亿元。目前公司已拥有众多核心技术，已取得数十项专利认证，被评为省级首台套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先后荣获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安徽省工业设计优胜奖、受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企业、优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智能装备重点企业、受合同重信用企业、量化融合企业等，并通过 ISO 9001:14001:45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3A 信用等级认证、售后服务5星级认证及多项欧盟 CE 认证。日新日进，臻于至善，瑞龙股份已在自动化设备领域及高端智能玻璃机械行业拥有一席之地。随着时代的发展，瑞龙秉持顶固革新理念，一路高歌。未来，瑞龙一定会再接再厉，持续提升，成功打造行业领导品牌，并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行业发展的引导者。百年基业始于足下，瑞龙肩负振兴的使命，朝着最终的光荣与梦想，一往无前。